这鬼子真他妈瞧得起我，这第一仗就给我来硬的，行，老子奉陪。 这都怎么了？嚷嚷着要打鬼子，这才第一仗，还没打呢就怂了。他娘的，那小鬼子要是不来打，咱们城里的救国军管个屁用！大哥，你说怎么打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这才是爷们儿，来，大伙过来看看，这是咱们老营，分东西两个出口。 西面是九凤岭，东面是虎头山。九凤岭地势险要，隐蔽性高，对鬼子不利。如果我是小藤恒一的话，我一定要进攻虎头山。咱们救国军呢，分三个大队，我跟段江龙带一大队，小凤跟韩风带二大队，分左右两路，震慑虎头山。一旦开打，咱们两路夹击。那我们呢？你跟赵匡胤。 带着三大队埋伏在九凤岭，如果鬼子扛不住的话，一定会向九凤岭逃窜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们正面拦截，我们背后夹击。如果我们扛不住，放烟为号，绕道过来接应。鬼子如果从九凤岭进攻呢？不可能！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九凤岭易守难攻，鬼子不会冒这个险的。小唐横一带来一支特种兵分队，作战经验丰富，都是跟了他多年的王玉兔。 我们有多少武器装备？要是都算上的话，每个人手里有那么一个家伙。老套筒猎枪也算啊？那这仗没法打呀！以前我在国军和小鬼子交过手，没有武器那等于去送死。我们有炸弹。海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一起打日本人的。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好。 既然你回来了，咱就把话挑明了。我信不过你。打完了警察署，你就跟刘金坤跑了啊？这才几天，你就嚷嚷着回来打鬼子了？怎么的？玩变脸的？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，你首先得告诉我你为什么。好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这就是杀害我爹的子弹。 是日本王八盒子的子弹，我爹不是你杀的，是黑木杀的。我回来就是要替我爹报仇。我要把同样的子弹打在黑木身上，我要看看他的身上会不会也流血，会不会也有窟窿。这个理由够了吗？张大官，我不怀疑你替父报仇的决心。 但是决心，杀不了鬼子，仗你没打过。我怎么没打过？炸警察署！哎哎，快别提警察署的事儿了，是谁对门口下蛋的？小凤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让他把他的想法说出来。我是觉得我们矿上最不缺的就是炸药，我可以在三面阵地上面布满炸药，把鬼子炸上天。你有多大把握？买炸药我没有问题。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爆破，我确实还从来没有做过。你他娘的耍人玩了！这回呢，不是炸警察署，每个人的脑袋都在你手里攥着。你既然给我把活揽下来，你别搞个搞砸，我会在小藤恒一杀了我的兄弟之前，我先杀死你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这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这口气还真不小。 等会儿，我跟你说白了吧，我不会把救国军兄弟的命压在你的空口白话的承诺上。这为什么？反正我跟我大哥在一个山头上，我们用不着你那些破玩意儿啊。我跟韩老三的二大队也用不着他来添乱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真有空的话，你多做一些徒手雷给大伙玩玩，就算你做了贡献了啊。 徒手雷我会做的，炸药我也会买。大哥，咱这可是打大仗啊，不是带他玩。万一要是失败了，炸不死鬼子不说，没准把咱们的兄弟都得搭上。我说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这样吧，把海文安排在我们三大队，既然救国军要他，我们就要给他机会。思琴，行了。
这事我来负责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我跟他一起受罚。行了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让他玩吧，反正九凤岭又不是主战场，弄了那么些，也许就用不上。小凤，给他找炸药。我还需要两样东西。说，小凤给你弄。浓硝酸和浓硫酸。我到哪儿给你找去？ 镇上的染坊就有，我要的量不多，好找。四锦，海文，谢谢你。别这么说，如果这次成功了，我得谢你。你父亲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是的。还在难过？ 但我现在更多的是愤怒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的脚下埋藏着原本可以造福子孙万代的宝藏，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致命的武器，打在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。这种痛心，你死还难受。记住那颗子弹，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在你想退缩的时候，看看它，你就可以坚持下去，甚至比别人走得更远。会比老方。 走得更远吗？会。这次爆破，好好做，我相信你。好，我一定尽力。走吧。 单宗，阁下，你们研究好几天了，想好怎么打了吧？ 禀告大佐阁下，我们想兵分两路，一路攻打虎头山，另外一路攻打九凤岭。这样一来，以防腹背受敌。不不不，我要直接占领高地，九凤岭。直接占领九凤岭，大佐，这样一来我们很被动。这不用你操心。 池田勇，地面特别突击队队长。哦，如果有他们帮忙，直接攻占周峰岭就好办了。医生来，哎，弄来了，哎，不谢啊。 你倒真不客气哈，啊，哎，你这打算怎么弄啊？好邪啊！有那么一点吧。我会在空地上面埋上炸药，分三排，并且串联在一起。这样的话呢，只要一次引爆，整排都能爆炸。但是真正富有杀伤力的是山坡上的那些石头，到时候铺天盖地的碎石。 其威力比那些炸弹、地雷强多了。你怎么串联啊？怎么串联？告诉你啊，靠的就是这个棉花呀。把硝酸和硫酸按照3:1的比例混合，然后把棉花放进去浸泡，20分钟以后把它取出，冲洗干净并且晾干，这样呢，硝化棉也就做好了。硝化棉本身呢，燃速极快。 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引爆所有的炸弹，所以只要小鬼子进入了我的雷阵，即使想跑也跑不了了。怎么，听不明白了吧？什么叫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人？我想就应该是你吧？啊！滚！该滚的是你，不要影响我的工作，走吧。哎，我说，你有没有把握呀？ 这次可是要掉脑袋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次要是炸成了，你给我把炸药吃下去。吃就吃，那要是炸不成呢？炸不成，你哥不是说了，枪毙我吗？到时候你来开枪，行了吧？没问题，姑奶奶枪法可准着呢，你小心悠着点啊！你也悠着点啊！哎，孙叔，哎，悠着点，给这小子帮忙啊！
别把命搭人前，我不怕，要死一起死。谷团长，谷团长，谷团长，啊，谷团长，你看我，你就不用去了，你跟梅枪的兄弟留守大营，啊，团长，留守的事我都安排好了，你这一去啊，我不放心。 东海文，我哥问你好了没？日本人快来了，快了。哎，看你这样子，没准还真是你说的一声雷呢。信不信由你。说你胖，你还喘呢？别做梦了，一声雷那可是真正的血性男儿大英雄。你算啥呀？狗熊。是英雄还是狗熊？咱们一会儿战场上见。 快点啊！哥哥，我知道，只要你一获胜，我龙国就会被夷为平地。斩草，必须要除根。 我就想跟你要一个人。东海文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是你当年的得意门生吧？嗯，你穿上军装这么久。 侧翼之心，还是有增无减。你错了，我对他没有侧翼之心。我就想达到他身上的宽度。大哥。 在梁山之间的峡谷，埋葬他们的坟地。现在，池田队长的。
姑奶奶还没过够瘾呢，口水的鬼子就溜了。哎，都说日本鬼子有能耐，我看也就这么几把刷子。弟兄们，跟我上！兄弟们，先别动，小心有诈。这小鬼子不是那么好打，我感觉他们根本就不想占领这里。乖了，我哥那边也没什么动静，你说这鬼子到底想干什么呀？ 撤！不知道古镇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他们那边没防烟，鬼子也没逃过来，我们先安兵不动。不对劲，怎么了？听这枪炮声，作战规模应该不大啊。如果是古镇堂和小藤郡的主力交火的话，不应该是这种情况。 现在。 古镇堂的酋长应该要赶过来。你到对面埋伏，到时候两面夹击，就不信教训不了这些土八路。嗨，大佐组织多谋，很不佩服。这些乌合之众，我要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。那上顶呢？我们的重点是古镇堂的主力，而不是那些土八路。 小藤去老街聚华，这家人小藤和一那个魔鬼，咱们这么冲过去，万一中了计怎么办？我现在要不过去，找司机该怎么办？哥，冷静点。小凤说的对，如果敌人真的攻打解放岭，那东海文在他们上山沿途埋了那么多炸药，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啊！我看敌人的重点就是埋伏在山沟，消灭咱们的主力啊！废他妈什么话，赶紧上！二弟，怎么了，哥？
三弟，你们守住右路，我和长妹守左路，兄弟们打！这种情况下，能够保持冷静是条好汉。可惜啊，人迹清清，又要葬身在这个不知名的山坳里。老二，告诉兄弟们，能冲出去算咱命大，冲不出去打死几个算陪葬。好，打！弟兄们都扛不住了，怎么办啊？鬼子把咱们包得跟粽子似的，看来这回是逃不出去了。兄弟们，我对不住你们，能跟你们死在一起，我顾振堂死而无憾。我当讲，你这当司令没几天，别动马斯夸的嘴边，慢慢时候啊，还在后面呢。哎呀，别总说这好听的，那鬼子又不听你算卦。要知道鬼子这么干，当初就该听屠文海的话，在这两个山坡上掩埋上炸药。现在说这个屁话还管什么用？队长，童海文埋的炸药埋到哪儿了？我知道，就在这山后面。好，好，咱就这么办。咱那徒手雷还有多少？还有一箱。好，老三，你带着兄弟们给我上九凤岭，炸出一条口子来。记住，哪怕只剩下一个人，也要把鬼子给我带进去。大哥，这可是最危险的一招了。上了九凤岭就没退路了，万一要是……二弟，我是给鬼子挖坟墓了，就没考虑自己的后路。上吧，老三，母亲，我来掩护。好，兄弟们，走。小妹，上。剩下一个人。
我稳住！趴下，趴下！咱们这是进了雷区了，大伙儿都给我小心点，别炸着自个儿。 别过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呀！你忘了你爹怎么死了吗？你忘了你给我打的保票了？你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？ 手里，是我最大的屈辱。
给我杀过。刚才说谁不行？哥，你吓死我了！你，你真没出息！你动不动就哭鼻子，谁让你吓我的？哎，二当家的呢？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快来呀！二哥在这儿。走。二弟，二弟，起来，大哥来了啊！二弟，起来。二哥，二弟，你不能死啊！你答应过大哥的，你他妈的不能死在大哥的前面，二弟。二弟，可能是脑震荡。活着，二弟，活了。大哥，我还活着。大哥活着，你就必须活着啊！大哥，我要是先走了，你也没辙呀。大哥活着，你就必须活着。大哥啊，你别抬了，让他们抬吧。你少废话，你再废话，我让老三一枪把你崩了。哎，大哥，要崩你崩，我可下不了手啊。我也下不了手啊，我欠他一条命呢。快，快点走。先走一步的兄弟们，救国军出战告捷。这都是用你们的命换来的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哭哭啼啼，我古振堂今天要为你们庆大功，放鞭炮，高高兴兴的送你们上路，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多杀鬼子，替你们报仇。
听说啊，你做的那个徒手雷都响了，没一个哑的。还有啊，你那个连环阵太厉害了，我已经笑话过你的炸弹，你可别记恨我啊。哎呀，我说大英雄，听说小藤恒一也是你杀的啊？真了不起呀！弟兄们，上！ 敬着大英雄一杯，来！怎么了，潘凡？怎么了，大英雄？晕啦！狗熊，快把他抬到屋里去！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他这是怎么了？ 这也太矫情了啊！晕血，没出息，让他休息会儿吧。你们去忙去吧，我照顾他。忙去。董海文，你可是为咱救国军立了大功了啊！少爷。 以后就别再叫我少爷了，我已经不是董家大少爷，你也不是我们董家的管家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管你叫孙叔，你就管我叫海文吧。